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像是个怪物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你和当初那个俊美潇洒的司徒烈联系在一起。你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活着干嘛？你还不如让那场大火把你烧死得了。外表只不过是个皮囊而已，美丑又有什么分别？我自信。 还拥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，比你这种伪善扭曲的丑陋灵魂要好上千百倍。人的一生有许多的路要走，有的是主动选择，有的是被动承受，而我的这一切正是拜你所赐。也许。 都是我的错。当初我让那个丑八怪去毁秦可欣，可没想到他居然把你的脸给毁了。你说这个人得有多笨呢？啊！原来是你干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这轻轻的一刀。 鲜血就喷出来了，就像你杀艾莲一样吗？对，谁让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？我不能让他妨碍我的复仇计划。杀了艾莲，是除了误伤你的脸之外，我最大的痛苦之一。不对啊，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很干净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没想到，艾莲在去剧院的路上就已经把相机里的底片换了吧？